大家好，我是小梁，今晚我跟老罗要来溪里搞野了，现在准备进这溪里去看看，看看有什么野货了，螃蟹呢？这里好大一只螃蟹，哎，你看，哈哈哈哈，这大一只螃蟹，哎，没有，看，这溪里的螃蟹也这么大一个，嘿嘿，往上倒。那你又发现一只吧？哎，这只小一点。哎呀，看看还有没有？你看那只，这里呀、啊，我箭筒那里、啊，你看到哪里去了？看到没有？哦、这里，看到。哎呦，又找到！哎，这么大一只！上去，上去！这个地方太高了，爬不上去，要往边边上去。小心一点。你脚边有一只，嗯，有一只，小小的，这里，哎，哎，哎，哪里去啊？跑了，跑了，这只跑了，算了，上去。哇，这里怎么过去啊？怎么了？哇，这里一个小的那种马蜂。哦，这个都不敢过去喽，把旁边绕过去。这个马蜂是从这里过绕过去。是啊。来弄。就从这里上去。啊。那个惹不起的。动起来了，不要靠近了。你看，螃蟹，你看，这个炮，不要动它，惹不起。车往上走，不敢惹它。哎，这小石蛙，
喂，老婆，你把这什么装框？哇，我抓到一只好大的，你看。可以哦，这可以吧？你看，你看，这么大一只。太快，那一只。来来来，这里有一只。你看，这不大，这只不算大。上去。又一只螃蟹，哎，发现一只好大的螃蟹，看看。哇靠，这么大一只的呀！哈哈，嗯，这个漂亮。哎呦喂，这只鸡吧，这只是最大的了，可以，哈哈，到了到了，哇，这这么高，怎么上去啊？这边真能上啊！算了吧，今晚别上去了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往回走。结果的时候还是可以，不错不错。你看，也抓了，可能有一大点。这种是小的，这个也可以。哎呀，结果收获还是不错的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也抓到了一大点的螃蟹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有喜欢我们视频的，点击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